903广播剧《欧阳志强》，拥抱太阳的撇他二，追星的女人通常会有几个姓氏，因为她们会定期转老公。好死落我鋪頭食 lunch， 同事啊，吉他，嗨、，hello，、你啲打扮都幾韓嘅喎，係咩？交叉思密達，你都識韓文嘅，안녕하세요，少少啦，喂，你中意邊個㗎？唔好再提啦，我呢排婚姻狀況唔係咁好啊。嚇、啊，喂 ，Wasa， 你同你老公失咗機結婚啊？但係新娘唔係我啊，我只可以講嚇死啊！輸俾宋慧喬，我心服口服咯。我唯有祝佢哋幸福咯。Sorry， 我 sorry。我明啊，我明。如果有一日咧，我 B B 話佢要結婚咧，我諗我都 sorry 啊。睇我都算啦。喂，你明明結咗婚，你喉住宋仲基做咩啫？喂，再講多一次啊！我係有老公，但我冇男朋友㗎。OK。唉，算啦，佢哋唔會明白我哋呢個心情㗎。就好似太陽 B B， 佢都唔知道我有幾愛佢㗎。Wait， 你話你中意邊個啊？Big Bang 嗰個太陽咯 ，Come on， 原來你係 VIP 啊 ，Yes， 你個太陽會唔會太錯啊？我突然之間覺得我哋個 taste 冇夾咯。喂，我個太陽 BB 幾時有得罪過你啊？你做咩咁樣話佢啊？好啊，咁我同你講啊，2012年我準備入場睇媽媽，睇我個宋仲基 BB 啊，點知我臨入場嗰時，我跌咗一把因住宋仲基 BB 個樣嘅線落地下，而當時。一个年约17岁嘅少女，佢好兴奋咁样，左手揸住一把有太阳个样嘅线，右脚一下就踩咗落我把线度，仲要唔讲对唔住啊！喂 ，Rosa， 我神冷静啲先，冷静啲。咁其实唔系好关太阳事，唔系咯。一个粉丝嘅行为已经可以反映到呢一个偶像佢成班 fans 嘅质素 啊！竟然系咁。好对唔住咯，心死啊！其实佢讲得好啱噶，韩国嘅娱乐圈咧系好睇重呢样嘢嘅。如果 fans 咧做咗啲唔好嘅行为咧，分分钟影响埋偶像嘅声誉。但系你信我啊，真正嘅 VIP 唔系咁嘅。呢件事啊，一直放咗喺我个心入面啊，系一个我忘记唔到嘅伤痕啊。偶像啫，使唔使讲到咁夸张啊？冇血缘关系都咁中意？你同 Jerry 就系啦，你个中意 Jerry 啦，你同佢有冇血缘关系啊？志强啊，你根本唔明白，真正中意一个人咧，系就算你唔可以得到佢，即使可以远远咁样去支持佢咧，你都已经好开心、好心满意足噶啦。咪住先，你都系咁谂啊 ？Yes， 我突然之间都觉得原来我哋个 taste 都几夹噶，就好似咧，就好似有阵时咧，朝早系咪好攰啊，未瞓醒咁样，冇乜动力嘅，只要我拎住太阳 B B 张相一望，即刻好似饮咗杯好提神嘅咖啡咁咯。系啊，系啊，系啊，咪咁。如果宋仲基 B B 讲咧，佢话要小心身体啊，我嗰期真系会好小心身体噶。哇，似乎我真系终于揾到个知音咯。Peter，sorry， 太阳太太，我必须承认咧，我而家对 V I P 有啲改观。Yes， 明白嘅，明白嘅。但系其实咧，我哋今日嚟系想问一下，听晚 Alice 个生日 party 咧，你会唔会去啊？哦，听晚啊？会啊会啊会啊，我会去啊，嗱噶啦嗱，喂，宋太可唔可以带埋我去啊？因为咧，听晚个 party 咧，太阳会做嘉宾啊。系咩？你老公太阳会嚟啊？但系咧个 party 咧要有邀请信先可以去嘅，除非你肯做我 partner 同我一起去啦。哦，真噶，多谢你啊，宋太。太阳太。우연히도그렇게우리시작됐나봐처음엔사랑일거라고꿈에도몰랐는데그게사랑일줄야심장이막자꾸만두근두근거리고날보면미소만흐르고네맘도모르게날사랑하게된거야넌내게반했어반했어달콤한내사랑에녹아버려
拥抱太阳的撇他；二，欧阳玲是欧阳，司徒志强是志强，阿礼是撇他，阿正是 Rosa。 原来不同明星的 fans 群不妥，大家是很正常的事来的。那你们有没有试过发生什么事而不喜欢其他 fans？上嚟我嘅 Facebook page 欧阳玲酷欧阳分享下，欧阳志强一呼一吸，相生相克。